修文今天也太……我们能立足了。你干嘛？你不许看。真是个野蛮人。我要不野蛮，怕是你的心都要飞走了。走了。真是。好，现在双方代表已经出场。张姐，为什么让你上啊？这么多人呢，小玉呢？小玉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再说了，这可是小姐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可得好好完成。不就举个牌子吗？有什么的呀？哎，啊！我不让你去。我替你去，我可喜欢举牌子了。怎么样，我做的可好？好，好的不得了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喜欢举牌子呢？快继续去举啊，举不到六个时辰就不要下来了。哎，我过去一下。这模特还没来呢。你是说展示之人吗？嗯，没有，他们到现在还没来，会不会是被其余人暗算了？哎，不会，他们就算再想赢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事。这么快就忘了大米之事啊？这些人为了能在圣经立足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依我看，就应该把这些人早些赶出城去。真是个野蛮人。你别被人卖了还帮着别人数钱，蠢女人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两位就先不要瞪眼睛了，比赛就要开始了。说得对，我想想。你说缺几个人来着？好像是。
妃竟然亲自为好友站台，真是太令人感动了。王爷和王妃竟然穿得如此朴素，真是太令人感动了。是啊，王妃穿这一身素装依旧明艳动人啊。他们的衣服看起来朴素，但颇具设计感，低调又不失品味。江公子果然是江公子，况且这渊正王夫妇都亲自上场，的确天才不少。我这次的设计都是华服，文化之大，礼仪之美的华服，无疑是圣经不可多得的瑰宝。融入图腾文案，更是加深了文化的传承。这次的面料，我用的都是最为普通的材质，我只想通过这次的设计，让大家知道，好的衣裳，在于设计。昂贵的材质固然好，但乱花渐欲迷人眼，舒适、自在、接地气，才是最主要的。老姜，比赛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别紧张，以你的实力肯定没问题。你说我设计什么样的主题比较好？这个我也不太懂，不过我以前看那些服装秀，大多都是一些高大上的设计，太不接地气了。接地气？啊，就是贴近生活的意思。衣服嘛，本来就是要自己穿得舒服，别人看得也舒服。如果设计得很好，可穿上去却不舒服或者过于夸张，岂不就不实用了吗？如果服装秀上的衣服平时也能穿，那岂不是好得多？你们说，孔雀那么罕见，普通人怎么穿得起呢？对呀，我们家人根本穿不起。灰狼更是稀少，哪有那么多拿来做衣服呢？见都没见过。我们身上这图案可就不一样了。虽说麒麟是神话里的动物，但它是祥瑞之兆，既能祈福又能安佑。如果想将动物融进衣服的设计，只需要拥有这些精美的刺绣即可。哎呀，这个麒麟刺绣简直是妙极了，江公子真是才华横溢啊。是啊，的确是才华横溢。麒麟踏祥云，人间百难消，本王今日特和王妃前来参加，一呢是为了支持商会大赛，二呢也想亲自试一下江轩宇做的华服。这件华服制作精美，穿着舒适，而且寓意极佳，实乃上乘。听说啊，在13余成衣铺就能拥有同款，大家在大赛之后可千万不要错过哦。果然是硬骨头。少主，早就注定的事，又何须介怀？